失散多年的老朋友或者旧情人。神州大地无奇不有，大中华讲到够，因生讲历数说三道四，每个星期二晚维稳八点，同你深入浅出，多角度干涉国家大事，一个符合中国网民利益的节目，国情新知，同你颠覆思潮，煽动智慧。呢一套戏其实我自己觉得，女仔嚟讲啦，特别是读女校嘅，咁咧就好有感觉嘅，因为佢讲嗰啲一点一滴咧，都系我哋即系女校经历嘅，一齐揽埋一嚿啊，打交都唔系噶，打交佢其实冇咁严重嘅，但系系有嗌交啊、嗌插啊咁样，即系都系真情流露咁样咯。咁自己觉得意料之外啊，系比我自己觉得系更加好睇嘅。因为咧睇那些年嗰阵冇乜，其实冇乜共鸣，因为我哋唔系读男女校，又冇同校拍过拖，所以呢部会不断喺度讲边个似边个咯。我哋嘅朋友当中，我觉得自己喺呢套戏入边融入到啊，即系喺个角色当中仲好睇过那些年嘅，我觉得。阳光姊妹头，4月12日姊妹无敌。越多女是不是越威先在啲朋友面前？唔啦，系啊，你我屋企可以冻肉嘅。多把咗，咁你野牌会会长嚟噶嘛？我知噶啦，会长即系野牌。兴乐花伯桥，边个唔识你啫？霸王之王嚟啊！我排队有靓女等紧片尾去追，追车追飞点。外国人朋友，你不妨同佢出去沟女，佢帮你搞掂晒你唔要嗰啲。喂，咁好啊，人类保完计划呢个。富士是什么？富士山下去的。我没有去的。我看住你去的。我有。富士但是你这么凶的嘛。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在老婆节目需要的。最新鲜送花火放脆。逢星期五晚12点到1点半，星期五舞女吹不吹得都要听。禁区。香港人我，香港人我早就这么讲。政治翻天覆地，我今天很高兴请到程翔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千日无悔我的心路历程。监视居住呢，其实一种特定形式的单独囚禁。监视居住呢，这件事在国际人权组织来说呢，被定性为一种酷刑来的。身体第一个发生变化就是你失眠，跟着来的问题就是便秘。不知道为什么身体即是某一些部分会有些不明来历的疼痛，到最后呢就是严重的收入不齐。但最大问题呢就是说个情绪不断呢就是向下盘旋。你想一样嘢呢，你是越想越差的，所信守的那些观念全部都好像出卖了我自己咁样。我觉得自己越蠢，越想越觉得差，越想越觉得自己成世人错晒，你的情绪去到最低的时候呢，你唯一的出路你就是要死的。早朝天下，黄杨达。早朝天下，抹住今日。新高中学制在2009年开始实施，学生完成3年的初中课程之后，所有学生将会继续接受3年的新高中课程，然后应考全新的香港中学文凭试，取代现有的香港中学会考和香港高级程度会考。第一届的香港中学文凭试会在今年的3月28日正式开考，第一科开考的科目是中国语文。这一年大约有70000人报考中学文凭试，他们将会争取入读4年制的大学课程。同时间，这一年亦都是最后一届学校考生的高级程度会考，大约有41000个学生会应考香港高级程度会考，争取入读3年制的大学课程。新高中课程的科目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是指包括核心科目在内的24科传统科目，第二类是应用学习科目，即是旧学制之下的职业导向课程，还有第三类就是其他语言科目。
在新高中学制之下，大部分的日校考生将会应考四个核心科目，即是中国语文、英国语文、数学和通识教育，还有会考两至三个选修科目。这两三个选修科目可以选回第一类的传统科目，好像经济、历史、地理、生物化学、物理等等。考生亦都可以揀考第二类的应用学习科目，还可以揀第三类的其他语言科目，包括法语、德语、日语等等。不过选回第一类的传统科目的学生始终都是占大多数。香港中学文凭试不再采用以往的拉曲线模式去评核成绩，而是采用水平参照模式去评核考生。简单啲嚟讲，只要考生的表现达到某一个水平，就可以得到相应的等级，不会受到其他考生的表现所影响。在这次中学文凭试当中，新增的核心科目通识科最备受关注，因为这一科是入大学必修的科目，对学生的前途举足轻重。而且科目被形容为内容广阔但是空洞，评卷指引空泛，而且更加没有标准答案参考，同学不识考，老师不识教，一直都令到考生非常担心。不过中学文凭试已经开考，希望考生收拾心情，尽自己所能争取理想的成绩。这个刚才就是即是缓和那个愤怒的情绪啦，就是抹住今日用了一个很柔和的情绪咁样。咁系其实我真系好担心，我真系好担心啲学生，因为即系我成日都叫大家即系要反思嘅社会一啲好点讲啊，荼毒我哋思想嘅一啲主流邪恶嘅主流意识啦，即系嗰个包括系传媒啦、教育啦嗰啲咁样。咁但系我系唔希望你哋即系系会唔合格嘅，因为即系你始终你都要即系都要揾食，都要揾工。系啊，即系譬如大学，我觉得听得我哋节目嗰啲同学仔个思维都已经好叻嘅咧。嗱，如果俾著我咧，我一见到条题目咧后面括弧有个分数咧，我就会转翻去考试模糊啦。我就变翻蔡子强，但会上头咧，会上头谂起呢啲嘢，唔系同埋有时会紧张噶嘛，会紧张噶嘛，咁同埋一见到呢啲，哎呀，我识噶，我识好多嘢，写咩出嚟咧？咁譬如琴日其中一个热血公民嘅朋友就系佢有份考呢个咁嘅文凭试啦，咁样咁我系好担心嘅，咁但系佢头先又复翻我啦，咁佢都应该都冇事嘅，就系因为好彩佢都唔系净系听早朝天吓，佢都有睇蔡子强啲文，唔係，最主要佢有嚟傾偈會，佢有嚟傾偈會，因為好在啱啱我哋禮拜日嗰個傾偈會就係教翻佢哋點樣唔好用嗰個網台貓，唔好用網台貓去表達，用翻一個傾偈貓，因為我哋有唔同 level 嘅，我哋有唔同，唔撚係啦，梗係屌那聲，唔好侮辱我哋傾偈會啦，我哋嗰個係有，我哋有唔同層次嘅表述，就唔係話好似蔡子強嗰種係冇表述，係啦，唔好搞。搞錯咗，即係嗰個傾偈會好重要嘅，千祈唔好侮辱參加傾偈會嘅人，亦都唔好侮辱咗呢個傾偈會嘅本質。嗰、那個咧就係咧，好彩佢有嚟傾偈會咧，咁可能佢會吞翻去另一個模式去出，但係佢都係會講翻嗰啲嘢，佢都係會講翻嗰啲嘢。咁但係咧就起碼咧就係學你話齋，佢可能會冷靜啲翻返去考試模嗰度。咁但係點解我話如果係以為真係一個政治評論嘅題目嘅話，點解會賴嘢咧咁樣？好啦，就係、是我哋头先讲得可能唔清楚，头先时间短，我哋唔清楚。嗱，嗰条题目咧，就系、是、一开始咧就系话，资料 A， 本港某大学喺2011年4月就进行咗一项调查，咁样咧，图 A 咧同埋呢个咁样嘅表。图 A 一同埋表 A 二咧展示咗部分嘅结果，嗱咁呢个已经系鬼书嘅部分嘅结果。图 A 一咧就系一个个问题，就系香港人认为立法会哪一政治组织最能代表或保障他们的利益？咁然之后有一个统计图啦，圆形统计图啦。咁就头先讲咗啦，40% 嘅调查者就认为冇啦，12% 嘅人就唔知道啦。咁然之后咧有11% 嘅人咧就认为民建联系能够代表。要保障他们的利益，公民党是 11%， 民主党是 9%， 工联会 4%， 新民党 4%， 职工盟 3%， 自由党 2%， 社民联 2%， 人民力量 2%， 然后呢
表 A2 就是香港人在2011年4月对部分政治组织于立法会表现的满意程度，咁有五个栏嘅。第一就是非常不满意、颇不满意、颇满意、非常满意、不知道 ,ok? 咁跟住然之后呢就是有一栏咁样啦，咁譬如讲下啦，民建联就有 16% 非常不满意啦，社民联有 36% 非常不满意喎，人民力量有 30% 喎，冇理由喎，因为人民力量高啲㗎喎。咁跟住呢非常满意呢民建联系 3% 喎。咁然之後呢社民聯同埋人民力量都係2%。非常滿意嗰度個個黨都係 2%、3%、4% 好少嘅啫。係啦，咁樣首先呢你要睇個題目。你要睇個題目。香港人認為立法會哪一政治組織最能代表或保障他們的利益。另外一個呢就是對在立法會表現的滿意程度。喂，呢個 agenda setting 嚟喎。這個是設定緊一個議題喎，咁而其實設定嘅議題就係頭先阿 Ben 都講咗啦，其實呢個議題你即係譬如嗱，睇完個圖一之後，再睇埋表二，睇埋個表二，非常不滿意嗱，有各個政黨有唔同啦，係咪？非常不滿意有16%至30%，有啲係6咁樣 ，OK 嗰個新民黨嚟嘅，而非常滿意咧，普遍咧就係、是、低，係啦，就係、是、2%、3%、4%咁樣。冇人好中意啲政黨啊，即係話。係啦，咁而出現得最多嘅數字，又或者最平均最中間位嘅數字係咩咧？就係嗰啲中間嗰啲啊，頗不滿意啊，頗滿意。其實個頗滿意幾高㗎，公民黨去到40%，咁啊，工聯會都43%咁樣添嘅，咁即係代表咩咧？即係代表咩咧？冇乜立場，中間就係冇。O K 嘅，幾好啦。嗱，咁所以咧，其實咧，佢然之後有三條問題。A 根據資料 A， 即係根據嗰、那個圓形餅餅圖。唔係啊，根據資料，你咪撲咗街咯。佢嗰個圖，佢嗰個資料係有 A 一、A 二，佢叫你根據資料 A。就即係關，即係係連埋個圖同埋個表啊，咁樣叫根據資料 A 啊。你淨係睇個餅嘅話，你咪撲個街咯。根據資料 A， 香港人對本港政治組織有咩睇法啦？咁樣，咁好明顯係導引緊去呢個咁樣嘅政治冷感啦。好啦，跟住問題 B， 參考資料 B， 資料 B 係咩啊？資料 B 就係我哋上一節阿 Ben 讀出嚟嗰段字啦，就係喺立法會入邊啊，建制派同泛民勢力之間已經分歧啦，政治議題嘅爭議啊，咁樣。政治組織展落口係啦係啦係啦嗰啲咁樣啦，咁樣而根據資料 B 就提出及解釋，要求學生提出及解釋一些可能成立的因素，以助說明你在 A 題指出香港人嘅睇法。OK， 好啦，咁。而 A 好容易係會導引咗政治冷感，好容易會導引咗政治冷感啦。基本上你答唔係政治冷感嘅話咧，基本上都有啲問題㗎啦。你多數你會答政治冷感啦，又或者係沒有非常滿意啦。起碼你確切地觀察到嘅就係非常滿意，對政黨政治組織非常滿意嘅 percentage 係低嘅。呢個係好明顯觀察到出嚟嘅。你唔需要加住腳，你就算 call 你就咁 call 翻佢數據。嗱，以考試方式嚟講咧，你唔加住腳，你 call 翻佢啲數據係肯定啱嘅，係咪？你 call 翻嘅，你 call 翻就係話對邊個政治組織非常不滿意咧，就各人市民對各個政黨有不同的睇法，但係非常滿意普遍都是低的 OK， 咁呢個實冇錯啦，係咪？咁跟住然之後，你如果淨係講個圓形圖嘅話，你講嗰、那個冇認好多市民認為冇一個政治組織能夠代表到佢哋嘅代表或保障他們的利益，係佔大多數嘅，係有成40%，一定冇錯啦，喺個圖度。咁你一定即係話，如果你要啱嘅話，你就一定係要解釋呢一啲現象。咁如果答 B 嘅話，你一定要揾一啲可能成立嘅因素，以助說明你喺呢一個頭先我講嗰啲咁樣嘅facts 啊，喺佢解釋呢啲 facts， 就係呢啲 facts 就係講緊咩咧？就係香港人嘅看法啦。好啦，咁個問題就係話，喂，死火啦！如果去到呢度，如果你唔同意呢啲 facts， 咁點算？咁你咪仆街。係啊，民意調查就不嬲都有爭議性㗎啦。係啦、啊，咁但係早條天下聽眾好可能就會去質疑佢㗎喇喎。好可能去質疑佢，喂，點解對於呢個咁樣嘅譬如我哋講圓形圖啊，點解有 11% 嘅市民覺得民建聯可以代表到佢或者保障到佢哋利益，啊、而這個咁樣嘅社民聯嗰啲係2%？
你呢個好可能係講緊票數啫喎，即係以票數計就可能係咁樣啫喎。咁但係嗰個可能係中票嚟嘅喎。但係你呢個唔係，但係你講陰謀論啦，係啦。咁如果你證據咯，如果你唔係跟住你可以，你亦都可以。